千佛山一个唐怀亭嘅里边嘅一个槐树。当时咧系有一个将军秦琼种嘅，呢棵树咧好似咧系阿妈抱住个仔咁，所以咧系都有叫抱子树。千几年大概舜帝时候嘅剩翻落嚟嘅佛像，剩翻咧唔系好多个嘅啫。每一个石像嘅形态都系唔同嘅，就系咁样摆喺路嘅两旁。另外有一个咧系微缩影居嘅万佛洞。是俾人入去參觀的，做了很多中國的很多種佛。千佛山下面有個石柱廊，叫石圖。這個公園是紀念是姚帝的，這裡有些公仔和寫著是當時姚叫我大禹治水的。这部分呢是讲后羿射月的，
有成千年歷史噶啦。係當時咧係我嚟紀念咧，係有一個當年嘅官曾巩，佢咧就係講出咧係要將北水門嘅水咧係流去渤海。咁從此之後咧，呢一個大明湖咧就逢親咧係落雨啊，成咧都唔會水漲。因為佢好多嗰啲泉水咧係相通嘅，咁所以咧喺大旱嘅時間咧，亦都唔會枯乾嘅。出邊咧係成個湖咧好闊嘅，遊客咧可以出去出邊個湖心島。《還珠格格》咧都喺呢個島上面拍攝嘅。饺子宴，呢度有好多嘢可以食嘅，好似啲茄子咧，沉鱼都有得食嘅，咸蛋咧系另外一种啦，鸡，听讲呢个田鸡系唔会叫嘅，呢个系我哋台面，原来我哋都有呢个蚕茧食嘅。Thank you.
是全國出名的，是所有的警察都來這裡學，所以這裡有一句叫做學習交警。廣場的夜景，裡面有很多的人像，是城廣場的花鐘，西南的泉水能够保持呢是全年都18度，户户泉水，家家杨柳，好像现在这个咁嘅景色，亦都有人在泛舟。船在黄河的下游，山东出不来的地方，背景就是黄河的旧桥。西南夜市，冰糖除了葫芦之外就有很多东西，花落草莓，这里有拉面，那边就有小炒，很特别的食法，竟然有这叫活海肠，有些鴛鴦貝，有些海螺，有些香螺仔，來自青島的，有些蝸牛都是來自青島的。兩杯炸串8蚊，8蚊搞定了。